三江源汇成的传说，你的心灵是否感知到信仰的召唤？踏上喜马拉雅吉祥的云朵，那33道金莲只为你闪烁，走进不达拉圣洁的天堂，流浪漂泊的灵魂在这里悄然释放，翻越千年的经文，神明的力量，那99朵金莲只为你绽放，神秘的布达拉，吉祥的布达拉，你的修为壮观是万物的向往，为你来祈祷，走进你梦想，我的灵魂放飞在你的蓝天上，神秘的布达拉，吉祥的布达拉，你的金碧辉煌是神灵的天堂，帮你来膜拜。